大家好，我是何洛洛，又到了我们每周的品读时间。明天就是我们舞台剧的首演，我们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哦，还有，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，大家是否也能同家人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休息时光呢？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的，就是冰心先生《每逢佳节》中的片段。我的心思飘过异国的许多口岸，熨贴着各处各地在异乡做客的亲人，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都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，被从前的黑暗政治所压迫，咬着牙漂洋过海到远离祖国的地方，靠着自己坚强的双手，经过千辛万苦立业成家。在祖国悲惨黑暗的年头，他们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岁时节庆怅望故乡，也只有魂消肠断。然而他们并不灰心，一面竭力地从各方面辅助祖国自由独立的事业，一面和当地人民合作友好，鼓着勇气生活下去。英雄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12年之中不但站得稳，而且站得高，成了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面鲜红的旗帜。如今我们海外的亲人每逢佳节，不是低回异域的思乡，而是欢欣鼓舞地悬想着腾光溢彩的天安门。但是他们应该会想到，在天安门上面和周围，也有无数颗火热的心在想着他们。交叉的亿万颗心，在同一节奏里剧烈的跳动。这种音乐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一样，是崭新的。它鼓舞着我们，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，隔着海洋，一同为祖国建设和世界和平尽上我们最大的努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明天就是我们舞台剧的首次演出，你们别忘了哦。同时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，我是何洛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